超遥远。隔壁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可以停汽车。啊，左边有一个停车场可以停机车，不用钱。介绍一下，开始。我们这是以前日本时代的别墅，民宿，高级的别墅。高级的别墅，然后呢？是高级。那是防空洞啊，就是像我们现在防空洞。现在在防空洞里面啊。高级别墅。高级别墅啊。嗯、啊。那还有什么？就这样啊。就这样。是瓷砖。灶炉，哇，是以前的灶炉。这色彩敢会伤大？这个，然后铺成这样，然后再铺成这样的铺，应该不是，是一间白间吧。